啊，就听伊讲，你家己头上一挂好料伫山顶，这敢是真的？我今天才签完最后一张卡，我又不好意思跟老板说我不做。我想要去山上把我的私房钱拿回来。你还在偷木头啊？我们交往之后我就没有偷啦。你跟我一起上去嘛，你就会真的看到我的转变了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想上吊？要不要拿出你的 schedule 改一下？不要今天，不然你帮我背一块。妈娘的，你立刻就得我括约肌要吐了，我去大便了。我也要去。你也有大便？闭嘴好不好？跟孔雀大便还会骂人呢。到了，就是这边了。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。你的嘴像。找木头最大只的三老鼠就是他啦，先走啦，关头哥，关头哥，快跳！没有事啊，真的要疯了！你压哪里了？木头是国家的资产，到底在干嘛？我不想荒地被木头，就当作来陪我们爬山嘛，大雪山三日游。从 A 到 Z， 他都可以讲出全球知名的乐团 A Aerosmith B Beatles。那你们可以完整唱一首歌吗？漂亮，一首都不会。